晚安，雷君晚安，浩一晚安，沈源晚安，九蛋晚安，大家晚安。咻，有知道什么吗？后来知道吗？后来吃麦当的，这什么声音？很欠揍哈。晚安。こんばんは、皆さん。暑いですね、今日もね。今天辛苦了，对，我们今天有舞蹈总彩，然后我们六个小时没办法吃饭。我到家是六点多吗？有点忘记了。谢谢我比完的羽球金牌，大家晚安，辛苦了，对呀、啊。对，我吃晚餐的时候好像已经晚上5:30吗？对，一整天都没吃饭，对，就没有买到早餐。就是今天不是一个人出门。对，有喝水吗？就只有带水壶而已。然后后来祖祖他送我小饼干，然后那个饼干救了我5个小时。对，他还送我一些糖果，真的感谢他。他是我的救星。每一次早餐然后练5小时太辛苦了。嗯，虽然不是5个小时一直都在跳舞，就我跳的时候跳这样。 Plus 晚安，小瘦晚安， L 晚安，还好有饼干。对呀、啊，饿了就吃一片吗？对。他原本找不到手机，然后我问他要不要帮你打电话给他，说好，然后手机在他的口袋里面，然后他说谢谢卢卡，然后我说那可以分我你的糖果吗？因为我看到他有带糖果包，他说可以，然后他知道我没带早餐，他就送多送我饼干。总彩排顺利吗？哎啊，我有一首大跳错啊。我那时候练很久，然后上台前就是一直狂练，然后一上台就是发现音档一开始有问题，然后我就超紧张，我开头就跳错了，口袋就是外套的口袋里面，对，不是他身上。麦当再不到是啊，谢谢强哥送我圆梦烟火，谢谢，今天难得。你在我的直播里面送礼物，再不带4个小时就能听到。对，你们我不确定你们能不能听到我声音。谢谢送我金牌，还有几天再练习就好，下礼拜没错就好。对，下礼拜我绝对不会错。没关系，还有一个礼拜可以练习，但我们还要练那个 Idol Festival Sakura 的那个。那投资老师今天心情如何？还不错吧。下载互动的歌曲你会在哪边啊？都会啊，你们的左边偏多。嗯，对。谢谢小旭的金牌，跟你说晚安。卢卡辛苦了这么多练习。卢卡站位也是左边偏多吗？对，哎，我在极右之底，好惨啊！真的哦，那可能真的看不太到我。我在延伸台的时候可能看到，看眼你在右边的哪里？极右加一，我在中间后面。我在左边靠墙赢的，金色晚安。我在最左，我读下台互动，选了第三排最右边靠左的最右边。啊。
是不能去那边，但是我好像都在我们的右边，你们的对啊，我的右边，你们的左边，对。永哥晚安，玉泽晚安，也不是不行啊，就是到定位之前就乱走。我在想一下，嗯，用什么视角？卢卡还是我们的？小易晚安。谢谢君真的真情告白。我在家里看线上好了。坤坤晚安。嗯，小念慢了，但对啊，可以，还是可以去你们的右边啦，还是可以去，但可能就是，我要赶着去左边，对，是还好，相信坐哪边都能看到你，你大多在右边，就是可以跳舞的时候，有时候会去延伸台的。你们的右边，但是，嗯，就是你们只要是担心互动，或是能拍照，还是怎样，还是就是想要互动的时候，在你们的身边，对不对？翠晚安，嗯，我在想办法。我在想办法，我知道你有座位表可以看吗？我都不知道坐哪，哎，应该有吧，不然就低一点就好。好，我还是会去右边啦。对，原本打算一直在左边绕一绕。Andy 晚安，卖票不是就有座位表？看卖票，看来卢卡需要学分身的。我知道你卖票的时候就有座位表啊，买票就确定座位不是吗？怎么会不知道？座位右边。昨天晚安，还是他选中哎、欸，他选中间，然后就忘记，眼睛会追着卢卡。可以期待，我们今天才知道那个。对，我们今天才知道顺序。但这个我也不敢讲太多，对，所以不要问。对，我们知道顺序，我只能讲这样。但我好想好想好想问你们。居然，对，就是连有出乎预料，连这个我都不敢讲。我说哎、欸、真的超意外，为什么有那首歌的话，你们可能会猜到啊，那首歌可能在里面，或是我说啊，我超意外，为什么那首歌没有，你们也可能也会猜到啊，有，那应该是那首歌没有什么的。比起这个，看一下周边这次怎么那么安静呢？安排二一不知道在哪里，哎，我也不知道。机会的顺序，卢卡开心吗？到时候就知道了。波台晚安，忍住不问，我到时候再讲。卢卡有到心仪的 unit 吗？这个也到时候再讲。就算有或是没有，我也不会讲。今天中午从台湾回到香港了，哦，真的哦，今天。那你还会来台湾吗？知道之前都不知道的。那舞台上的表演站位也左边比较多吗？这个就不一定，这个就两边都有。嗯，上学都知道，卢卡有爱我吗？那是当然。第一名就那首吧，对啊，第一名就那首吧。对啊，反正不是有就是没有。
拍照环节在哪一边？那五周年还会出周边吗？五周年吗？不知道。有嘟比嘟比嘟这首吗？啊，这首确定没有。哎呀，那在楼下捷运出口看。再说一次，我看一下，楼下捷运出口看线上看得到卢卡吗？不知道意思，什么意思？卢卡明年会有生日会吗？哎，你们不要再问了啦！五周年的周边就那些吧。卢卡讲公妈妈，阿德三公妈妈。卢卡明年会有生日会吗？不知道哦。你们希望有吗？最少也出个五周年 T 吧。T 恤你想要买吗？其实现在已经出 T 恤有点贵贵的。卢卡有明年生日会资讯要说哦，不知道哦。那卢卡觉得武崎生如何？不知道啊，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啊！别再问我了。你希望有，我就希望有。先抽明年的生日题，现在想先问礼拜日的问题。那卢卡，我周年后还要去日本工作吗？哎呀啊，那个工作的事情。就是出了一些意外，然后发现碰奖的事情，就这次就先不打算回去。对，其实蛮难过的。嗯，笑时代都在问些什么？有生日会一定参加，没有嘟比嘟比嘟不去了。想看我的 chibi chibi chapa chapa 吗？是喊晚安，晚餐我吃了。对。我今天只吃一餐，吃麦当当。你要当我笑到40岁吗？如果能当，当然想当。各位可以问点实际点的问题好吗？卢卡哪天有空跟我去登机？今天算是卢卡最慌张的一天吗？没错。不知道有什么刺激的要宣布？不知道。期待第八单单曲 MV 是20号公布吗？有点忘记。卢卡膝盖有淤青吗？这是什么时候的问题？卢卡膝盖上的淤青，你说是这个吗？这是我2022年9月的时候受伤的伤口，还是10月？谢谢 Be Your Baby Tonight， 谢谢。我也想喜欢卢卡，喜欢到40岁，可以喜欢到更久。但认真问，明天的超流是10:00上线，不知道呢。地瓜球晚安，是0点吗？上次是不是0点？那待会还要吃什么吗？甜点吃了，冰淇淋。MV 是20号公布，那就不飞了吗？我今年可能不会去日本。嗯，时间要预告。那碰奖在睡觉吗？碰奖在外面。哦，我的设定年纪是24岁了。不会消了。对，星际们在什么卢卡？我什么都不知道，不要问我了。那时候还不认识卢卡呢。2029月该不会是卢猫？没有，是我们家社区一楼的外面有冷气的排水的地方，然后我就是穿鞋子，然后直接跌倒，然后就变成伤口了，然后医生说需要缝，然后缝起来。然后伤口其实变得很不错，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突然变红红的，然后发现整个突变成突突的，然后变成突突之后呢，好像是12月 reset 公演的时候，我麦克风敲到这个伤口，然后又破了一次，对，然后又流血了，嗯，然后后来那个伤口最后变成这样。对，
已经一年半，快一年，哎，不是，已经一年半以上，还没有好，应该是不会变好的。伤口很不错，是时尚的一集。现在平常都这样，对啊，你平常都这样问吗？等麦克风再敲到。如果在外面滑倒，我看不给你一点苦头，你是不是？你是不会知道我的厉害。如果说不说，不是，只好先说周二见。对，猪排饭。看一下，等我一下，我前面看一下。最近日本一直地震怕，对呀、啊。其实我五周年的安口会要宣布毕业，你要毕业什么？今年不会，所以明年一月。我也不知道，这周六要演唱会了，期待。卢卡明天开中午吗？两点，预计2:35左右，对。预计可能会迟到一点点，对，然后开一个小时左右，嗯，都可以，我看一下，猪排饭已经讲了，敲那个伤口看起来很痛，那时候真的很痛，现在还好，对，现在是变成疤痕，雷射一下就没有啊，没有这笔钱。黑色是会慢慢退，但是要几年的时间，但还是比一年前好很多了。你们看，对啊，已经好很多了。说实话，但是还是看得出来。啊，第三个，哎，感觉可以歪喽。但我毕竟是真人裙子，不可以试试。宣布从学校毕业吗？35分这么精准吗？我在想一下，明天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不好说。明天开播的话题很严肃吗？啊，还。我个人觉得还好，但是可能要认真听才知道我的意思。对，没办法跟播，没关系，我会在兜粉里面，也会用打字写，也会用打字写，好奇怪，用打字，嗯。明天要讲这样的事，紧张到睡不啊？不用那么紧张，对，不用太紧张，反正到时候就知道。其实差不多就这样，所以要等到明天才能讲。嗯，对，可以从家训班毕业。等一下，小时候我被排气管烫到，颜色都消不掉，对不对？那我的小你是小时候，我是2年前，那可能我的永远不会消掉。我的腰吗？你们觉得嘞？你们觉得呢？三角形有吗？有啦有啦，这个三角形，这个不是影子哦，是晒黑，好好笑。对，就是看得出来吗？这边也有，这个是晒黑，晒伤。好好笑，怎么都消不掉，还好就好。谢谢建国的爱心气球，可是上面不能认真听，看不出来，但不仔细看不出来。卢卡变太瘦，感觉肉肉的，是蛮肉肉的。看到一点阴影，这不是阴影，是晒黑，对，对。但其实不错，这个阴影看起来我的腰。就是有一点点，对，就是影子的感觉，就是太阳，就是阳光的影子，其实不是，是晒黑，好好笑，对呀、
对，啊，这样就看得出来了。这个，这里，颜色跟这边不一样，对不对？对，因为那件衣服这边是空空的。跟之前比有变淡吗？哦，有，我的背后也淡了好多。有哈。背后的影子，其他成员跟我说很像乌鱼子，对，说我的背上有乌鱼子。原来卢卡是裤子要到肚脐拍，没有，我平常是拉到这里，就是腰最瘦的地方，但是我现在是因为给你们看我的晒伤。卢卡介绍的很认真，因为我觉得真心觉得很好笑。颜色会变淡，但我对你的爱不会变淡。不会变淡。那件制服为什么有些人看起来那么松？不要再问了，是我太胖。那件有 S 号跟 M 号，然后我是因为身高的关系，然后服装姐姐跟我说你穿 S 号 OK 吗？我说好啊，应该没问题，我到时候应该会，我拍 MV 的时候应该会变瘦，结果没有。没有变色，然后就是 shiny 的时候，它会一直这样，我的肉会挤出来。现在三角形已经变成热门关键字，没关系，你最可爱。谁问的罚十张券？手臂的色差，手臂本来就没有色差，还好，就是那件是长袖。这边比较黑，然后这边就还好。对，背最严重，什么 S 跟 M 好糟糕。想太多了，你以为你会变瘦，但是你没有，没错，我以为我会变瘦，我现在比较瘦一点。锁骨没有啊？有啊，这里也是三角形，但这边有点不知道怎么看比较好。这是什么？我被碰奖，我什么时候被碰奖攻击？啊，想到了，我最近把碰奖带到那个动物医院，然后那时候我这个伤口是碰奖咬我。这里还有哪里？还有这里啊、哦！但这边已经好很多了，这边已经几乎看不出来。但那时候超痛，我一直挤血，然后那个兽医也帮我借我那个伤菌，他也借我那个伤菌嘛，杀菌的一些药，然后让我用，对，消毒，对。突然想到了，对，然后我还抱他安慰他的时候，他就攻击我这里，对，我先看一下我的晒伤，哦，看不太出来，嗯，这边看不出来，但其实有，哎，啊，有了，这里有一点点是三角形，还是有点看不出来，哎，我发现这里也有。这里也是吗？一点点，但已经好。这里很严重。碰奖攻击的吗？对，都是碰奖攻击的，真的是。猫猫拳，这样拉感觉好好糟糕。有看到一点点，应该是这边三角形，再下面一点。卢卡今天好喜欢分享，对呀、啊。想说都要公开 MV 了，已经可以讲拍 MV 的时候那个多痛苦吧？背的部分背没办法看，叫我全脱吗？这样不行哦。卢卡前面跟后面都被碰奖攻击了，对呀、啊，都要公开了。除非我五周年穿很性感的衣服之外，你们应该看不到我的背了。是不是忍很久了？对呀、啊，我那天真的差点得中暑，然后就是昏倒，因为我那时候真的很想吐，
快要解脱再忍一下。然后我拍的时候觉得我们都变成这个样子，然后拍出来的东西是好看的吗？怀疑人生。眼睛的晒伤啊，眼睛晒伤好像过了几天就已经好了。你就晚安。对，应该是过十二点就能听，应该是。新单曲曲风还行的感觉，不知道就是好喜欢如何。对，你们也听一下。啊，就是好喜欢的话，应该是听得出来我的声音。对。五周年那么多套衣服，没有能看到背的吗？搞不好有，但我不能说。就算有，也不一定是我穿的。但是这次衣服真的都非常好看，服装，我们是服装姐姐，就是特别买，特别买。然后她有些衣服她用手工改的，就是我们 ACG 吗 ？AGT。之前三爷不是穿虽然色亮亮的吗？那个也是那个姐姐帮我们做的。对，我们八单的单曲的那件衣服也是姐姐做的，姐姐设计的。对，可恶，老师先安排路卡跳拉链来得及吗？来不及了。好好笑，谢谢晚安，谢谢谢谢米酒送爱心气球。那你们会来吗？重点，你们会来五周年吗？还是在线上看？那看来没有拉链了，对，不要想太多，毕竟只有五个人。好期待，就是好喜欢，不一定。张文丽各个线上平台会 delay 几分钟，就是期待。傅露雪很期待，很期待。抱歉，各位，13点要先听新单曲。姐姐哪次没过了？来不及，卢卡没跳拉链笔记。不要这样了啊！没有卢卡的拉链，你们怎么那么想看我的拉链？你们觉得我很适合是吗？还是你们其实是不是偷偷写想看卢卡的拉链？然后投拉链根本没有投傲娇。一到现场，卢卡自己套一件外套上台，他来拉链，我愿意买票看。就是其他那三位在上面跳的时候，我在后面偷偷自己偷自己的外套，怎么会不想看？又让我投傲娇，我要投傲娇啊！你怎么知道？真假的？真假的？你们投？那你们除了傲娇以外还投了什么？我买票就为了这个，不要想太多，只想看你表演而已。不错的。我跳的 UNI 跟比较多人的歌，我个人是都我不要说，不要再说了，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如果我说我有点不太满意，你们一定知道卢卡一定要跳 Rumor。 笑死。如果说是你们可能会猜到卢卡可能有机会的顺序啊什么的，没有拉链我今天一定在棉被里面哭。不是啊，你们怎么觉得我有拉链？一定其他很多粉丝投这首歌，然后标记的不是我的名字。明天生日会，卢卡在表演，我考虑一下。傲娇有投你，谢谢。我猜一下，就傲娇而已，旋律吧。All in 旋律吗？我 All in 傲娇，谢谢。我全部都投傲娇，你确定是不是偷投了别的歌？想看卢卡的夜蝶什么的色色的歌，机会的顺序要指定乐器。这样讲是没有，那一定没了。我期待 VCR。卢卡最近讲有没有酸痛？我
我也有投你跳大醉。抱歉，我先去哭了。没关系，到时候全部都知道了。因为傲娇就很强啊，啊，对，旋律是你是旋律吗？对，你是旋律。嗯，但这些上次有上排版的歌，真是是不一定会有哦，大家不要太放心，不要太放心，放松。但我最近得知旋律真容可能会，什么意思？不是你的推吗？谢谢俊正送我一颗星，还让我投了一票拉链，好笑。哦，我拉链没投你，你有投拉链但没投我，我其实也忘了我投什么，我不是。只确定有投卢卡椒，去查没有。拉链确实要选成员会先提那一，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揍你哦！谢谢俊正一颗星。我只在卢卡会上几首歌，这个部分应该大家都是平均吧，除非。有一些工作的成员以外，应该都是平均。我的推荐名单，乖乖，没办法，可能没办法，就是，假如，假如，该怎么讲呢？前面一首歌。是，怎么讲？前面一首歌假如是一秒一秒约好，然后下一首歌是你是旋律的话，通常就是可能要这样换，可能会快换嘛，对，所以就不知道，也有可能考虑这点吧，如果。真的不是按照你们的推荐名单的话，对。等一下，像是如果我上一首是因为喜欢你，然后下一首是奔跑吧企鹅的话，我是不太可能会跳企鹅，应该会要跳因为喜欢你，对不对？的那个感觉，所以就算你们推荐说想看卢卡的企鹅，我不一定能跳到，就对了。对，怕你对拉链有点反感，我平均的，这肯定要精心计算过的吧？嗯，有可能，我也不知道，有些可能有，有些可能没有。嗯，我也只能这样说。下午倒是有人说他比较忙，可能不会上太多首，啊，有可能哦，嗯，有些成员可能真的会这样，但也不会到很少，嗯，应该优先看投票结果，再来才评估顺序挑人吧，是吗？应该是要先选原选拔的成员，一定要在里面嘛。像是因为喜欢你的话，就算粉丝没有投我，但是我不太，如果那名单里面没有 Daisy 成员的话，你们一定会很生气吧？还是不会？会每首换衣服吗？不知道，不知道。疫苗接旋律是不是三周年的歌啊？好了，我至少跑一票去天使尾巴，提名叫照毕业生做个梦。嗯，关太晚安，快来不及换衣服上场。确实，先照原阵容，对对，应该是这样，然后再来就是看你们的。意见应该是，我猜是这样。
RH 都是尽量原版呈现，嗯，有时候可能排完才能变动。但如果是脚链接，因为喜欢你呢？对，如果这时候就有点麻烦。对，好吧，我就看前一首是什么歌，也是有可能，嗯。想办法吧，可能穿因为喜欢你的，呀，不可能，可能会穿脚链的衣服跳因为喜欢你吗？也是有可能，我也不知道。可是旋律的原选吧都在上海，对，旋律没有原选吧 ？RH 都是今，对对对，我看一下哈，没有你当然会很生气，对呀、啊。没路卡的话就神奇。我以为贵公子没有在乎粉丝心情，还是有啦，有啦。但其实有别于原阵容的感觉也挺有趣吧，当年的气。哦，当年的气了，这时候中途播个小影片。有可能有我们的小废片，看五周年的粉丝大家好，我是谁谁谁。那就脚链的衣服跳因为喜欢你，插给 MC 也行吧？对啊，也是有可能，只是 MC 就变成很久很久，所以对，可能没办法每一首都这样，对，有可能，我也不知道。那会穿企鹅跳因为喜欢你吗？通常是不太可能吧。这是五周年一定会有那种让人哭哭的影片，不知道这次已经快要六周年了，不知道他们想要让大家哭还是想要让你们开心，只好叫照了吧。二周年的五彩跟完彩的企鹅真容不一样哦，真的哦。真的不是标榜哦，二周年的时候有两场一首的企鹅，不是炒，是让年轻组的，了解，也不是不行了。对了 ，VCR 居然是小废片，小鸡晚安。不得不说，你们的小废片真的很废，废废的影片，有变身小影片。也有可能，我是谁谁，恭喜 TP 五周年了耶！ Yeah, 虽然五周年的时候我还在团里，有可能会有这种小影片，我也不知道，因为小影片我目前是没有看过，对，到底有还是没有，什么都不太确定，对，到时候才知道。今年还有可能办六周年吗？这次。都办五周年应该要吧，只是不确定，不知道什么时候办。那好想见到你是几期生跳的，我也不知道。但是如果25米以内的话，可能让3-4期生跳吗？对啊，3期生有跳过，那有可能是4期生跳吗？我也不知道，还是让1期生跳，还是全员跳，还是男口曲，6.9年的时候办，啊，到时候就知道了，还不到六周年都算五周年了呀。来个惊喜，总经理也不是不可能啦。或是可能毕业生突然出来，爱哒嘎哒 ，yes， 也不是不可能啦。五期生突然出来，大家只会想这谁？全员挑战，总经理是谁呀、啊？我也不知道。Yes， 好想你。有毕业生吗？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确实很久没见了，毕业生不会出来的，不是什么都不知道。毕业生不是只会在台下吗？什么都不知道。那我重点就是好喜欢是谁跳，什么都是不知道。
这算爆雷吗？不知道，不知道。毕业生有来看表演就不错了吧？啊，不知道。宜真会来看吗？不知道。有宜真出来跟你跳夜蝶吗？不知道。毕业生只会来喂食。那你喜欢笑笑吗？海雷。喜欢。你可以召唤宜真吗？不知道。要看他行程。你们不能说，但毕业生说耶、yeah! 你们不能说，但毕业生会说耶。毕业生说我不管我的事啊。但从我嘴巴讲好像有点怪怪的，对吧？突然进入我什么都不知道，哎，不要再问我了，不知道不知道。毕业生如果来了，还会有人发文酸，为什么会酸？不能，他们不能来看，他们不能来看演唱会哦。为什么有人会酸？我不懂。宜真，尤其我不是在骂欧比吧？是真的不懂为什么这个可以，为什么这个能酸？宜真来的话又要写小卡了吗？再过六天就知道了。对啦，下礼拜就知道了。之前好像有人算毕业生看公演，啊？真的、哦？为什么？你知道我推谁吗？我知道。那你刚刚犹豫了一下，严哥。犹豫了什么？啊，你说喜欢吗？就是好喜欢。那请问？作为 A 朋友，就会听到后台抱怨心什么意思？什么都不知道，到底是？但本家的毕业生也会去看，不能删了吧？看来你也知道那个人谁？那个人本来就有问题，理解不能。我真的不知道是谁。我以为你不知道，不知道。他好像疯狂攻击一家，只要一家来看过来，他会攻击。为什么？他来看公演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不行？他既然你不知道，他就不别提了。嗯，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只听这句话，说就是毕业生来看公演，然后就能酸。我这件事情，我是真心不懂为什么不行。啊，是不是他们毕业生不来看公演的话，说他们是不是已经对 TP 没有爱了，都不来看我们的什么公演怎样怎样？想说这个感觉可以黑，就不管做了什么都能黑，没事，大家都不懂，没办法。就怪人的心思，别理他。怪人没办法用常理解释，薪水拖那么久还愿意回来看，后辈应该很感动吧？对呀、啊，不管有没有，我不知道薪水这件事情，但是不管怎样，愿意回来看我们，我们真的很感动，也很感谢。就是毕业生们，就是有一种啊，你们还会关心我们那种感觉，对。但就算没有来看我们，我们也不会怎样，对。我们也不会觉得为什么他们都不会来看，也不会怎样觉得。但偶尔会看看他的言论，蛮开心，让我知道。看一下，知道平行世界，做什么都不对，很感动，很感谢，也很吃饱。还送吃的多好，几乎每个月都会有毕业生来看，也不是每个月啦。对呀，我离开原单位之后，连回去都不想回去，还会送点心给你们吃。对呀，帮我们买饮料啊，什么甜甜圈啊，蛋挞啊，真的什么都有哎，好开心。毕业生回来还会带伴手礼，我是不懂哪里。不对，一点都不是不对啊。
有些毕业成员自己本身也很忙。对呀、啊，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呢。我记得海边上有送高级便当，对，但那时候是送，我有拿到吗？好像哎、欸、有，好像有。是说五周年表演大概多久？不是有写吗？三个小时吗？有点忘记了。跟别说买东西回去给后辈，那个干费很猛。可惜今天练习没有来看，不然卢卡就不用饿肚子。对那个人来说，不对的人是不对的是人，不是事。了解，奇怪。干贝那次好像是一起生，对，应该是，对，应该是，难怪我没有印象。干贝，干贝个。杯子的杯，干贝是海鲜。干杯，然后我也想吃干杯便当。我知道你不是五小时吗？不知道，但这次可能比原本的可以想稍微久一点点。对，能理解那个黑粉的想法就恐怖了。干贝是烧肉店。烧肉便当哦，这么好，而且五周年完还要签名哦，签名，这我不知道哎，我们全员都要吗？还是纪念票？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要签几个人？还是啊，是那个吗？抖粉抽的。然后我的很快就被抽掉，姐跟我说你的粉丝运气好好，很快就被抽到。你看其他人，然后我看，哇，好多有四位数的什么的，真的，真的，不是我该开心还是该难过？天圈的高光时刻，我运气很不好，没抽到卢卡。哦，真的吗？你还看到别人的？没有，就偷看。我说，后来功夫消费，原来我是小丑，有人500都没抽到。对啊，所以没有，我想说一定有人知道，就是一个人500多，那一定总全部的一定有超过1000了，很难抽，有每天睡前都抽，确实有的一下就没有。对啊，笑死，500多，我的转速是别人的3倍。地狱到倒霉鬼，我不敢抽。你说的1000，我以为是一个人，当然不是啊，不，当然不是。0.5%怎么抽？还被多粉公开，你们可以看哦。还是只有几个人？你们是怎么看得到？所以你们也知道其他成员大概被抽多少是吗？啊，看花费哦。最倒霉应该是抽了1000还抢不到保送吧？哦，就不看盘星版就大概知道，了解。花多少钱被看出来？了解，就是我很开心，我的粉丝很多，粉丝很快就抽到，但是这样的话。我的收入比其他成员低了好多，所以想说我该开心还是该难过。对、啊、知道哪个粉丝比较谁。不是，我还是很开心啊，对啊，而且也是 1.5%， 是这样说的吗？对啊，因为如果只看收入部分的话，我比其他人就是少了十几倍吗？有那么多吗？我不知道。讲到钱，那你还是难过好了。没关系，我替你们很开心。对，觉得你们运气好，当然很开心。那是不是有设定过？我不知道。卢卡，你还缺多少业绩？账户提供一下。没关系，都粉就先这样。对，那个粉红不是本来就少到啊？你说分红吗？应该是跟人类差不多吗？我不知道。
可是别人有多三个名额也不能这样比，先存明年再给。要不是我不稳，不然那个最高纪录早就被我刷新。卖那么少，要赞助卢卡，现在还有拼图？我不知道哎、欸，我也不知道，我没有认真算过，对不起。我刚刚是乱讲的，想说有别的厂商，然后再透过公司的话，应该是那样算的，我不知道。要赞助卢卡，现在还有拼图，拼图就是拼的积木，积木。阿吉吗？拼图其实蛮好玩的，好玩就好。拼图都不给福利了，对。那我想说，对，我突然想到，明天直播前，如果没办法来看我直播的人，我大概开直播的前半个小时之前可以来我的豆粉，对。卢卡拼图难的地方是卢卡那张照片存色快太多啊，卢卡那张哪一张照片？粉红色那个吗？一次30元哦，好哦，开会中偷看手机应该没问题，嗯，但可以先。想一下，嗯，对啊，这次真的好难，对，大家都在我兜粉吗？现在现场大家，如果不在的话，就我只能在直播讲，对，大概是这样。嗯、你要现在兜粉讲吗？没有，是因为怕兜，因为我的兜粉里面的人数跟来看我直播的人数是不一样嘛，对。不用害怕，对啊对，说说而已，搞不好我这样讲什么都不会发生，搞不好我只是想要办活动，然后就是希望很多人来看而已，对，不要太紧张，对，还是你要直播或在兜粉说，都有可能，对，都有可能，反正就不要太紧张，对。真的不要太紧张，卢卡下午我走心了，看你方便吧。我要公布明年生日会的资讯，也是有可能的，有可能吗？还是刘娟听完之后做个男人吧。星期二的活动，不知道。星期二的活动的事情也是有可能的，对，到时候再说。卢卡就会给男人吧，我等他去棉被，不要再哭了啦。哭了一次因为拉链，然后再哭了一次因为自己走心。男人帮拜托大家，我上班不能用手机，好，宣传还没开始就要哭了，我从下午哭到刚刚。什么卢卡要在巨蛋开 solo 控，也是有可能的，有可能我出了单曲或者我写真集什么的都有可能，对。但我先不说，我从年初就开始哭了，没问题。为什么？都看太多可能性了，说的太心虚。是说下我真的有哭，看舞台剧看到哭。你看了什么舞台剧？什么呢？妈，不要太紧张。但是，好，那看之前就有有心理准备是好事情，但好难说，反正就不要害怕。什么卢卡要拍 Marvel 电影也是有可能，就是好紧张，怎么办？就是好紧张哦。突然有虫，为什么突然特别在中午公布呢？因为我好想再赶快公布。反正就到时候就知道了。啊，其实是因为我晚上有培训。导演是哦，不点哦，不点导演。
你就是好喜欢我，就是喜欢你。原来是想快点公布。对，没错。那现在公布啊，现在不行，今天不行。等下礼拜吧。想赶快就现在，就等八单音乐公布之后再讲。我今天睡不着，你的问题，不要，真的不要这样。还是我们等十二点过后公布，没关系，就那天吧。原来是要八单公布，没有，这是我自己讲的，对。但是想说八单公布后再讲，好像比较好了一点，对。如果可以半夜开声波，不行。姐姐上次特别说，开声波也要写直播表哦。我睡不着了，我本来就新曲ちょっと出だ、ちょっと出し動画、手で何書いてるの？サインですね。ルカ、ハートハート見当たるかって書いて、おかんちょんちょん、チュンって。そう。对，你们看得出来那个在写什么吗？八单的前奏。原来声波要直播表，我没看过。没有，之前没有这样。谢谢蜜乳的告白气球。看到有粉丝没跟到声波走心，也是有可能。对，我知道你爱我。看不出来耶，你们自己的签名念，你们仔细看一下。我是写卢卡，然后的爱心爱心米亚塔卢卡。原来是最佳公告，你乱写是不是？我们也看不出来。我一开始还写就是。写清楚，然后就是噔噔噔，真真，然后就，然后姐姐说太久了，所以我后来米亚塔鲁卡那边真的乱写，不是每个人的签名都很短，我是看到你有画图很像你的签名，对，鲁卡很记几次，两次左三次吗？不是 NG， 第一次是太长，然后第二次、第三次就是自己不满意。你有连着爱心，对。然后是我忘记是一品留言吗？他说只有四个人没有绯闻，其他八个人都有绯闻，超好笑。看起来很久以前迪士尼广告，哦对，噔噔噔噔，哎对，好像。他们是不是从迪士尼 Channel 的广告拿到 inspiration？ 写太久是不是可以直接加速就好？他不是可以说是，原来是要被告的。真真真真，那个出来，他们是写那个右下角还是左下角？好像是左下角。咦咦咦！迪士尼法务热身中。最近好像很流行魔法签名哦，真的、哦、不知道为什么要放烟火了吗？一晚安啊，快一个小时了。其实我明天也要开直播，所以 AI 女友我好像已经想着你了。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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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带星星病毒的你，星星病毒是怎么跳的？传说中万一跳了大荤糖，化米老鼠最有机会得救。卢卡今天练习这么久，很累了吧？有点累了。啊，卢卡没有跳《星星病毒笔记》，什么啦？搞不好我装傻、喔。对，我要跳，可能我在装傻。嗯嗯嗯嗯。啊，谢谢你这个学生熊抱，也太可爱了吧！穿学生服。等一下，我想看他的学生服。来週 DB 旅行見に行くで，本当。楽しみにしててください。好，下一张啊，蜗牛讲个。有一个短影片，魔法签名才爆红。哇，原因吗？蜗牛，
张元英，他真的很厉害，他在日本也爆红，因为他很会讲日文。没看清楚，没看清楚，只好再一个。你要看什么？新型病毒？这时候要怎么跳呢？我不知道。卢卡的水手服呢？卢卡水手服，等等，卢卡要继续练歌了吗？我先练礼拜二的东西，对，不然好可怕。最近都在练五周年的东西，绝对不可能的啦。后天的还行吗？怎么办？怎么办？好可怕，好可怕。谢谢送我羽球金牌，快快继续练啊，绝对不可能的啦。虽然是这么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已经喜欢上你了。两三天都有录卡吗？两天吗？什么意思？我只有一天。怎么有人已经知道几首了？明天公布会跟后天的有关吗？不能说，还不能说。有可能有关系，有可能没有关系。礼拜日可以拍照吗？礼拜日应该可以。你说拍照是跟你们合照的意思吗？还是拍我们跳舞的样子？应该可以吧？他念完了，怎么不是骨头都瘦了？不知道为什么你要那种口吻，有点欠揍。就是现场表演是能拍的吗？我不知道哎，问一下那边的工作人员吧。我们是 OK 吧？专业摄影设备能带进去吗？我不知道，对，因为这次是商演，所以要问不是我们，也应该要问他们那边的人。听说是可以哈，可以的话就可以带来呀，好像没说不行。可以把相机架在前面粉丝头上吗？这样被前面的粉丝这样在别人头上会被检举吗？现在拍照有两种说法，有人说官方公告可以，但有人说问人员又说不行。我不知道哎，如果不行就你们自己收藏吧。把镜头架在别人的肩膀上，我也不知道 O 不 OK， 可以就可以，不行就不行。敢检举我就说你歧视我。最近韩团演唱会真影像是我学，我举累了会想把手靠在别人身上。话回到那个好了，蜗牛奖张元英吗？蜗牛奖现在他们那个团现在在日本很红，是因为他们好像都很会讲，蜗牛好像最会讲，他们都有在练日文，对，是台湾的韩团演唱会。卢卡会他的转身吗？我不知道怎么转，对。然后有一次他们在日本，他们上日本的电视叫七斗里诺，那那个ちょっと待て的那个千鸟他们主持的有一个综艺节目，对。然后只要来宾他们做了一些奇怪的事情或是能吐槽的东西，千鸟他们会吐槽，对。然后很好笑，他们去布丁店，然后蜗牛要吃布丁的时候，它的一口就这么小，然后就这样，好吃，然后就被主持人说吐槽说怎么吃了那么小口，然后他还说私甘いの大嫌いですけど，我其实是超讨厌吃甜的。
就起起啥的，说他说不是，我其实不太喜欢吃甜点。他的讲法不是这样，他的讲法是，我其实超讨厌吃甜的，然后好像，然后另外一个说。嫌いかったですよね。はい、私プリン嫌いだったんですけど。就是他们因为可能刚开始学日文，所以他们用的中日文都很直接，所以他说我超讨厌，超级讨厌。他说讨厌布丁。あれは出る番組間違ってる。真的好笑。但是如果日本人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可能没那么好笑。就是有一个外国可爱的漂亮的外国人，用可爱的日语，然后讲了，就是讲了很多很好吐槽的事情，做了很多很好吐槽的事情，就觉得很可爱。そう、私も本当プリン嫌いかったですよね。はい。プリン嫌いだったんですけど三个人里面有一个超讨厌吃甜点，然后有一个超讨厌吃布丁的人，然后去布丁店本国人这样可能会演，也不会演上，但是应该没办法做成那么多效果。对，そう、私甘いのすごい、いや嫌いだったんですけど、でもこのプリンすごく美味しいですってルカちゃんが言っても絶対面白くないんだよね。もう韓国のすごい美人で、なんか何でもわすごいとか言いそうな見た目の子が、私甘いの大嫌いですけど、これはあまり甘くないですって、めちゃめちゃ面白い。ジェームズすごいな。布丁店也不一定只有布丁，对，效果没到。阿伯晨晚安，そうね。甘いの嫌いな人がデザート店、そうデザート店でデザートのレポをしてるっていうのも面白すぎるよね。そう、なんかでも私もなんか中国語喋ってて、台湾の人にはできない喋り方で笑わせたいな。其实我看了那个就想到，我也好想用台湾人没办法讲的中文表达方式，想让你们笑，像是那个甘いの大嫌いですけど一样，那超小狗跟没吃一样。如果日文我听得懂，真的吗？所以外国人的特权，所以呢？你可以试试看，像露卡之前节日只来台大喝牛奶，我其实非常讨厌喝牛奶，但是像露卡这牛奶，对，喝啊，选一下，不然露卡去深坑拍一下这个。ね、まあでもな、突っ込んでくれる人がいるのが前提だからな。台湾でボビーオロゴ、そう、たそう、私も台湾のボビーオロゴになりたい。いや、あの人の日本語はすごいと思う。多分計算しきってるとは思うけど、それでもそれすごいと思う。去点个皮蛋豆腐，那是什么？你说ボビーオロゴ吗？ボビーオロゴ是在日本前阵子很红的啊。差不多十年前那时候很红的黑人，不能说黑人，奈及利亚人，奈及利亚，从奈及利亚来的，外国艺人，对，奈及利亚人的艺人，然后他很会讲，他讲的日文就有点怪怪的，但是很好笑，就是有效果。お前ふざけんなよ。所以那是人名啊，对 ，Bobby Oregon， 对。
ざけん、絶対見たことあると思うけど、ね、いきなり黄金伝説とかによく出てた。就是他讲的中文是，讲错，他讲的日文是，我相信他是聪明，很聪明的人，但是他讲话听起来有点笨笨的感觉，对，就是他会讲错，但是讲错的那个单字就是很好笑，所以应该就是真的是想过的，对，就是故意讲错。大概懂了齁，对，所以我也好想变成那样，因为我不管怎样都没办法像你们那样国语讲的那么流利嘛，对，所以想说如果我要做一点效果的话，搞不好我走这个方向比较，对我来说比较简单。节目效果，我关一下窗户。谢谢圣元送我啾啾你，我没有很流利。像是什么前阵子，不是前阵子，我刚刚看串串有看到，你们知道李多惠哈，就是有一个台湾的，应该是艺人吗？他跟李多惠说，我有去韩国啊，我去韩国有去，我去韩国去医美什么，我去，他说什么？就是我去韩国的医美，你有去过吗？然后多辉说，我韩国人。啊，那是林香吗？看不出来是林香哎。啊，对对对对，我有去韩国医美，你有吗？我韩国人。那是林香哦。啊，我有天然的脸，你有。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虽然他的中文不是流利，但是有一点效果。对，林林，对啊，想说那不是林香吧？对啊，如果是林香，我知道林香是谁啊，应该是不同人。林香现在变很瘦，跟以前我也觉得他现在比较瘦。我有天然的脸，那个超强。天然的林香是另一对哦，林香什么意思？多辉跟林香说我有天然的脸，这样吗？是吗？这个我就不知道该笑还是不笑，但我韩国人蛮好笑的。好，我再看看，那应该是我记错。第一段是男生跟女生，哦，了解。我去重看，等等，他是用中文说的吗？你说谁？不是，是丰田跟宁香说我有天然的脸啊。这个就有点他应该要说我有天然的胸部。这样丰田应该要这样讲比较好笑。对，都会用中文说的。对啊，对，都会是用中文说我韩国人。因为林轩跟他说他有意，你有吗？对，我有200万的脸。对。对，但是女生说我有天然的胸是不行，就有点太呛，你的看起来不是天然的，所以不行。但是男生说我有天然的胸部就蛮好笑。讲完还可以说不信你摸摸看，对对对对对。陆凯也喜欢许光汉吗？许光汉他长怎么样？你们不信你摸摸看。等一下，但他真的很大气。很大气是什么意思？
这才会被ban。没有没有，我说男生可以这样说，对，比起说我的脸是天然的，因为对说自己的胸部是天然的胸部比较男，用男生讲会真的有效果。那不就代表像哦，对吼，那要怎么讲？我想一下，那怎么讲比较好？想说刚刚那句话没看到最后一个字啊？对，卢卡竟然不知道许冠汉的脸，对，我对台湾男艺人不太熟，对不起。但之后搞不好会见面，所以还是要学一下。你对屁，少看一个字不行。嗯？什么意思？小硕刚刚说什么？我有200万的脸，这个吗？陆凯讲啊，我刚刚这个讲了，对，哦，了解，少看一个字，很大气跟，很大气是什么意思？想见你，大帅哥，是不是有见过面？好像有吗？嗯。电视上有看过。如果会喜欢你，你有吗？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告白？我喜欢你啊！没看到雷军看到大就结束了，果然是我们甜甜圈的大将军，对，很喜欢他。有自画个 OK 呢，啥呢？很大气就是度量很大风度哦，了解了解，所以我懂呢。对，好事好事，对。200万哦，哇，好厉害！不过那本来就是要玩节目效果，对啦，搞不好实际上没那么多，讲一下，生气大概会被卡掉。对，就是用这样变成笑话吗？就是，也是蛮好笑，也是不错的，对，对，呛来呛去。但一枚很容易就越来越多钱，嗯，对，没错，对，一枚呢，一枚，说呢，高いもんね，随便就比握手会贵，对呀、啊，一枚要准备好300万才能去，一枚不贵路，一进去就很难出来，嗯。只要有钱就，我觉得 OK 啦，有钱就没问题了。200万只能洗100万，要保养，对，还要保养，嗯，很辛苦。如果是天然美女，不需要，谢谢。虽然我不是美女，但谢谢。而且后续要维持，有钱我也能玩兜粉转蛋。记得毕业之后。跟我一起买雷射课程，你想要什么雷射？保养维持这一类的，そうね。まあでも我慢どうやってもな、そうね。老いには逆らえないからな。嗯。因为假如我变成奶奶好了，就是60几岁了，60几岁要怎么保养也不可能跟现在的皮肤一样嘛。但是如果去医美会变成这样吗？会不会很难？你是美女，谢谢三妮，你也是，不然是长期近视雷射啊？那我不用，我没有近视，老花园我再去雷射，一直去打肉毒啊？你不是美人的是世界上没有美女了？这快，那太夸张了，肉毒哦。肉毒是可以打哪里？
是鼻子会变高的吗？还是消打玻尿酸？卢卡奶奶，卢卡奶奶可能是长这样啊！你们来了啊！下巴，不过打玻尿酸的风险很高，打玻尿酸会变很高是吗？如果打这里这边会很尖，然后打这里这边会很高是吗？打这里这边会是吗？圆圈有一位老妖姐，60岁看起来20、30差不多哦，那蛮厉害。我查一下，但她不可能什么都没有做哈。对，要变年轻需要一点钱。哦，那真的，皮肤真的很厉害。嗯，好厉害！我相信她本身就是年轻的时候就很漂亮，然后就是长大一直保养这样，好像可以消。你说这里吗？感觉卢卡奶奶会请人吃喉豆，鼻子是骨头，但听说打针也可以变高哎。可是他60、70啊，了解。但打到血管会出事。你有看到胡瓜哥哥吗？他就是用的。胡瓜瓜哥是谁？好吃痒的感觉。在想想面包超人的世界挺好。香蕉哥哥也保养得很好啊，对呀、啊，香蕉哥哥完全没变，从我们小时候到现在。哎，还是有变，还是有变，还是有长大，长大是很奇怪，也不是完全没变，但是就是还是很年轻，就是真的是可以，不是香蕉叔叔，是香蕉哥哥那种感觉。香蕉哥哥是吸血鬼，好厉害。下面一位但跟小朋友一直互动的大人好像真的都看起来很年轻，像是幼稚园老师啊，对，我上次见面幼稚园的那个院长，他超年轻，真的好年轻，不是看起来不了，是心态很年轻吗？就是因为心态很年轻，所以他身体也很年轻，然后看起来也很年轻。院长没换人，就是一直都是他，就是心态保持年轻，所以体力啊什么的，还有年轻的时候平常有没有在保养会差很多啊？了解。那我现在要好好保养，有在运动，对，涂孩子的笑容。那我想一下，我一直都在养老院工作的话，我可能变老的很快。那幼稚园有小孩莫名消失过吗？想叫几个哥偷吃。我过20我就开始打雷射了。哦，真的吗？其实也不是不行啊，对，要看打哪一种雷射。对，其实也不是不，应该蛮多人打过。彩彩晚安，应该是也不会。卢卡需要我的笑容吗？我可以分你一点。哎、欸，我发现我八单的宣传照都没有笑，都没有，几乎没有肉齿笑。真好笑，谢谢 Plus 的四叶草。太难过吗？不会难过，但心情没有好到哪里去。谢谢 Plus 的一颗心。老人院跟幼稚园差不多啊、哦？真的吗？Luca可以分一点嘟嘴。Luca需要我的笑哦？没有，我在哭。对啊，你的表情都很严肃，还是太生气？也不是啊。
也没有很生气，还是要表现出 AI 感啊，有可能，欸，有可能哦，我想要 AI 感，然后就没有这样笑，因为这样就不像 AI 啊。对，完了笑不出来了，如果可以分一点爱心，分一点，然后你分享读者，我也把笑分享给你，拿去用啊。AI 现在笑容都很夸张了，还是我应该这样？也不一定，也有奇怪的 AI 照片。AI 照要多一根手指头。谢谢光太的四月之星。我才是 AI 的卡奖。这个 AI 女友会有第六根手指。那卢卡会有六根手指吗？搞不好有这边。这才是爱讲吗？对，我是爱讲的，我是西野爱讲的。我的天哪，爱讲奥特拉斯美迪亚！谢谢奥比王的心心相印，耶！之前看到变魔术的，就是变成六根手指头啊！谢谢剩余的啾啾你，耶！我眼睛什么？我刚刚到现在眼睛都没变。爱してる，ありがとう。你的小孩藏在哪里？在我的肚子里。眼睛有星星。啊，对面，哎呀嘞呀嘞。现在不行，太早上天堂了。他什么时候过世？二十几岁的时候。他是不是不到三十就？卢卡的是旧版本 AI 讲，对。现在有新版本吗？超蛮智慧的眼神，爱死了。君为晚安。比你年轻吧，卢卡应该赢了。已经很多动漫角色都比我大，年纪都比我大，嗯。哎，啊，我很想玩那个游戏，猜一猜这个动漫角色比你年纪大还是比你年轻？对，之前我喜欢的 YouTuber 在玩，对，像是野原刚志，你们猜啊？讲错了，野原光志，对，小新，蜡笔小新的爸爸，你们猜一下。他的年纪比你大还是比你小？啊，管制吗？野原ひろしさんはあなたより年上でしょうか、年下でしょうか？お答えください。红包已抢完，我看一下他几岁。哦，来了。一定要比我小，比我大吧？等等等等，这样大家先报年，你可以不用说，你们可以猜比我大还是比我小，跟雷军一样大。我觉得这个我可能自己能。对了，恭喜野原家这个月终于要付完钱了，漏吗？房贷掉了，那过来。他一定比我老，不一定啊，很多动漫角色都比年轻啊。好，给你们看。他34岁，野原ひろしさん，我34岁でした。刚刚有猜到比你大吗？还是比你小？我看一下。哦，嗯，对不起，35岁，35岁，对不起。但是有些字要写34岁的样子。但是原作跟动漫是都是统一35岁，嗯，所以就是有没有猜到？有没有猜到他比你的？现在是要看他出生年还是动漫中的动漫中的年龄？好，那我再找一下，嗯，
猜一猜，他几岁？比你大吗？还是比你小？为什么他有特效？他是 Muska。Mega Mega， 我的眼睛的那个。比你小吗？还是比你大？还是你们不知道他是谁？哈哈哈，人がゴミのようだ。バルス、哇，メガメガ，我一定比他大。不知道哦。30秒だけ時間をやろうだっけ？あ、違う。3分だけ。さ、给你们3分钟的时间。猜大，却不认识吗？好。猜，你们先猜，好，19 8 7 6 5 4 3 2 1，好，他跟我同岁，28岁，很难猜哈，很难猜哈，他只有28岁，我还以为他19。屁啦，笑死果然。Muska 才28岁，我跟他同岁哦。30秒了，给你看我呀喽。那什么欠揍表情？看起来很欠揍吗？没有啊，是他太年轻了吧？他怎么可以跟我年轻？他跟我同岁。是我太老，还是他太年？他长太年轻，这个角色压力多大？28岁长这样，对啊，他才28岁呢。Mega，Mega， 好，换一个。他，好，又是蜡笔小新，因为蜡笔小新的角色都很难猜。请问他几岁？松坂美老师，好好笑这个照片。现在角色画的老成，可能才20几岁，有可能。对。梅さん何歳でしょうか？お答えください。30番、23、25。お答えください。好，我再10秒就公布答案。答案是24岁，直接猜年纪吗？也是可以啊，因为啊，好，这样好了。他才24岁，所以我比他大4岁。那卢卡觉得2.5条，我比你大还是比你小？比我小。其实看不出来。对啊，蜡笔小新的这个世界，24岁就被其他人呛说：“啊，你还没有结婚呢，好可怜那种。”哎，竟然我以为过了30才会结婚叫。对啊，我也这么以为，结果他才24岁。然后他不是有另外一个老师吗？米多里先生也才24岁。他写这边写。谁说是 Alice around 30？ 谁说30岁？我才24岁，然后同岁。然后他还说，25岁前的女生好可怕哦，你啊你啊。对呀、啊，还是以前的，对呀、啊，毕竟他比小新世界观比较古早，对呀、啊，应该是这样。2.5条，你可以猜一下。那现在你们都叫2.5条吗？他叫什么？小久才多了吗？还是他其实是什么356岁之类的？年龄？他啊？他28岁吗？跟我同岁。
欸，我刚刚说，我刚刚说他比我年轻吗？还是啊，对，原来跟我同岁，好吧，猜一下，阿拉基，啊，那个老师，他不是40几岁吗？啊，我记得他是20岁的时候跟现在，真的完全没变。荒木博彦さん64歳、他为什么那么年轻？欸，我以为漫画家都是偏变老的会很快，但其实很厉害呢。すごい。なんでこんな若く見えるの？64岁，哇，好厉害！还是他其实也有保养？感觉是没有了。我看想说，只是漫画家而已，还要保养？还是他赚很多，其实可以，他就没变啊。漫画家通常比实际上老。对啊，我想说应该会这样。志玲姐姐，我知道，对，有可能替身的能力。但我觉得他是吸血鬼，厉害！志玲姐姐，有练波纹不会了？48岁，对啊，他也很年轻，就长得好看，然后很就是。身材一直都保养，然后皮肤也要保养，欸，真的好漂亮，好漂亮哦！就是我大概小学的时候常看的艺人嘛，然后我长大后看还是觉得哇，还是好好看。其实我也48岁了。不要说谎，哎，从小看到大，对呀，今年50，真的很厉害。我也好想变成那样，但应该很难。好了，剩下明天再聊哈。这个礼拜我应该还会开，对，那就这样吧。有问题在我的豆粉问，对，然后如果我不在我豆粉里面的话，我在直播讲。好，那就先这样，拜拜，晚安。我要练习我想起的东西了啊，拜拜。要念反对，没错。看一下哈，今天的第十名是小薰，谢谢小薰。第9名是博成，谢谢博成。第8名是欧比王，谢谢欧比王。第7名是咪鲁，谢谢咪鲁。第6名是君正，谢谢君正。第5名是哈西桑，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第4名是强哥，谢谢强哥。你看，等一下，加油。然后第3名是盛源，谢谢盛源。第2名是光泰，谢谢光泰。然后第1名是雷军，谢谢雷军的熊抱，谢谢。ありがとう。拜拜，おやすみ。好紧张，不用太紧张，真的不用紧张。卢卡吃甜点了吗？吃啊，对，吃了。今天。就是一直没吃到饭，然后心情不好去麦当当。欸，我有说吗？我在多粉里面有讲，就是我原本想说今天因为早餐午餐都没吃到，然后一直没吃到晚上5点多，然后想说直接点必胜客好了，对，想说先手机点，然后走过去的时候应该会好，餐点应该会好，这样结果用接口直付，后来发现交易失败，对，
但是接口支付那边退款有成功，只是必胜客那边是失败，所以钱被扣掉，但是订单没有订单的状态。对，后来我就没吃到披萨，我就先打电话给客服说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客服人员跟我说，通常这样一个小时内会退款，如果还是没有就再打电话给他们。我说好，对，然后我去麦当当，现在有退款哟。后来等了一个小时十分钟左右，就发现有退款。嗯，我今天中午吃披萨，好好哦，好好哦。然后我麦当当买了，对，就一样最便宜的汉堡加鸡块跟薯条，还买了 Oreo 冰淇淋。接口的系统比较不会吃钱，还好哦。真的吗？明天还要把大麦克买一送一券用掉，有这种东西吗？啊，对，就是那时候我一直都在那个省钱嘛，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打开麦当劳的 APP， 结果就错过了那这个，我就错过了这个，可恶！他说游戏已经不能玩了，活动已结束。哎，没关系，就这样。我想一下，明天午餐、晚餐要吃什么呢？那系统超慢，那天哦，真的。我明天吃满意度调查问卷里。哎，对，明天应该要用掉。那个很难抢，要一直进进出出哦，真的哦。我进去都说淡季中，了解。那就算我知道，也不一定能抢到。好。好，那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大家拜拜。今天我一直都在笑，所以我这里有点酸酸的嘞。对，对，平常不太会笑的人，一直笑，这里会酸，对不对？这边真的会酸，脸颊会酸痛。嗯，真的，因为我一直都在吧。因为我一直在。这样刚好可以受援，希望可以。那你要不要一起哭？学那个悠悠悠悠的哭法，一直笑很瘦，还好我都不笑。你们可以笑一下。我刚刚不是变成 AI 卢卡吗？对，从那时候开始，我现在很酸。拜拜。晚安，明天见。